题：法水永长流，生命电视，慈悲造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当咱失去自由，必须服从他人的时，这是过去的胳膊回转自身，恶作也是爱自修。直到现在，咱总是藐视隔壁的人，常常为自己所需要来抑制因。今后，予咱谦卑地奉献生命，为他人服务。当咱只听到恶毒的辱骂时，这是过去的胳膊回转自身，恶作也是爱自修。一直到现在，咱常常不禁思索，脱口而出，咱造谣中伤，和真侪友谊中断。自今以后，予咱看淡一切轻率的言谈。
咱出生在善食的环境时，这是过去的果报回转自身，恶作也是要自修。直到现在，咱总是以负面的观点看待事情，批判他人，挑剔他人的毛病。自今以后，予咱培养正面的情操，是周遭的环境为一尘不染的净土。咱毫无选择，得被迫甲上亲密的朋友分离，有的朋友常常以死相逼，这是因为过去世中，咱将上师的道场视者占为己有，现今果报回转自身。自今以后，愿咱永不拆散手足，知己嘛不离间师徒，或者以恶劣态度对待上师的使者。上师对咱不活的时，这是过去世咱不遵守教，结交恶友所致。现今果报回转自身。今后决心无跟随遐个使自己背离正道的人，但是应该慈悲地对待因，则不违背菩萨誓愿。
咱代理受过蒙受冤枉，甚至沦为被指责的对象的时，这是过去的果报，回转自身，恶作也着爱自修。至今，咱总是轻视，而搁看不起自己的上司。自今以后，予咱不再诬告他人，而爱赞扬其美德。利用所需做着破坏浪费的事，这是过去的果报回转自身，恶做也着爱自修。一直到现在，咱总是不慎保护他人所有。自今以后，予咱共用他人所需的一切。当咱心地不清、精神不活的时，当咱不露威信、欢喜作恶的时，这是过去的果报回转自身，恶作也着爱自修。Thank you.
一直到现在，咱总是误导他人为非作歹。自今以后，予咱不再成为作恶的作因。当咱心烦意乱、情感挫败、某一项代志称心如意的时，这是过去的果报回转自身，恶作也着爱自修。直到现在，咱总是做了他人行善。自今以后，予咱终止无谓的干扰。当咱的所作所为拢无法度互上师欢喜时，这是过去的果报回转自身，恶作也着爱自修。一直到现在，咱总是对上师用奉因为、对佛法的态度表里不一。
自今以后，让我们立足虚为，诚心受教。当咱唔捌犯错，却被他人公开指责咱的缺点的时，这是过去式无惭无愧的过犯。如今果报回转自身，一直到现在，咱总是不惜或者是看轻他人，自今以后，咱应该避免不如法的行为。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祈福神州钟鸣护法供养暨消灾超荐法会，日期1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护法供养仪轨佛前大供，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中午12点岁末感恩联谊参会，请预先报名。下午13点半开始讲经，在家律学述要。诵阿弥陀经、蒙山施食、消灾超荐回向，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共同发心来培福。一、香积义工。二、
法会布置机动义工，三值班义工、半日班，四大殿清洁义工，五环境清洁义工，六冲茶组招待义工，七电脑行政人员。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洽询电话0958-963-288，0958-963-288，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斋法义，共沐福恩。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世间，听闻的人们啊，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在我们之中，谁没有想过去建造一幢坚固牢靠的房子，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还能维持数个世纪。谁不曾梦想致富，在余生免于所有的忧虑？是永恒的恶魔诓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事物能够持久，相信任何人事物永远属于我们，注定会令我们失望。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目睹人们在死亡时，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与所留下的身后物占据，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无他，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如果他们完全忽略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相反的，圣者与真正的行者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更别说财物或住所。听到这样的事迹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他们是财物为暂时借来的虚幻之物。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去通过六道轮回，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我们应该亲近佛法，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做好准备。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